Oh? Oh. Go.觉得下面凉凉的，竟然是拉链没拉。啊？我们没有拉好。对，也没拉好。就是哪里凉，就是哪里没拉好。你最上面那一层没拉到，而且因为被你那个背包的横的挡住了，所以你没办法拉到。对啊。然后我额头也有点油。对对对，因为你额头也是露出来的。哪里凉就是哪里没挡。好一点，但是其实有个小缝，掉东掉西，好，走吧。
就是这个缆车。对啊，梦话梦话。你只要雪场很大，然后就其实坐缆车机会可能次数很少。对啊，我觉得现在现在的状况是雪场上的人也变少了。今天该回去的人，中午的就走了。然后刚挤了一堆人，是今天来的还是怎样？晒太阳。哦，在这里拍照，在这个线的边边。上面还蓝蓝的。拍照啊，耶！我也要。你快点，不要把我们两个撞倒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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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啊，你只能有这种照片，没了。躺了，很累啊，很累的。好，这是什么样啊？哦，好啊，这上面有什么吗？没有。好啊，好。侦测上面有脸，明明没有嘴，他也觉得有脸。对啊，
还可以。很丑吧？你看最左边那个松雪道也被开发完了，也都被撸光了，该被划的都被划光了。速度感觉，你要怎样？那里应该是可进可出吧。然后这已经被滑完了吧？很骚哎！那个你一定没问题的，这个你一定没问题的。对鸠来讲太简单了，就是进去又出来，什么事都没有，对吧？跳跳跳。对啊，进去出来一下，进去出来一下，就没事呗。转了，转了。可以耶，懒得理他。没有啊，没姿势啊。我刚刚就是想滑到一个近距离之后，然后这个站稳了才可以这样。那你要？好啊。我知道怎么拍的戏啊，那我再下去。好好，嗯。我等一下，一二，好，过脚吗？没有了，我卡的是右脚啊，没了。上面很蓝呢、欸，上面很蓝呢、欸，嘿啊！这里可以直直走就好了。
因为我们两个脚站得那么近，其实就跟它一个大的、啊、大的板是一样的，跟我们一起的滑板一定是安全的。就跟你单板是一样的，啊、所以就是跟我们一样的滑板一定是安全。这边已经被大家都滑得乱乱的了，对啊，都差不多了，所以反而比较简单。滑对啊，所以等一下就是一直看有一条线，然后我就走走走走走，大家就一直走过来就好。可是我会歪掉，然后就冲到那个水后的地方。我刚刚就这样。你不要歪掉，你是害怕？我不想要歪掉。你是害怕速度快，但是其实你看着前面，我们的速度永远都是这么快而已。我知道，因为你变这样随便。我有这种感觉，你知道我虽然变到这边，然后我左脚很酸，然后你再没发现我重心都在右脚，我是轻轻的在下面。用不着，现在用不着这样，现在就用正常的滑法就好了，完全不要当做它很深。好，我试试看，再转哦。对啊，连啾也是啊，你就是跟着就直直滑就好了，不用任何奇怪的技巧。不会。现在那个只能叫做剩下的雪，小雪堆而已。你今天想要滑雪吗？啊？去吧。前面扑倒，对，没错，我就是拍的瞬间翘起来的角度，不，你们
翘起来，你就往前摔倒瞬间。对，不是那个，只要瞬间有翘起来就好了。没有，是摔倒的瞬间。到这样，你可以继续连拍，没关系。但是就是，我要瞬间那个翘起来，我觉得自己以为选到。所以你刚刚觉得我就一点点而已。你有翘吗？我有翘吗？我只是听到你，我回头听到你尖叫，然后你的屁股翘起来的波度是要黑线那种波度，而且完全没有其他人滑过，你才有办法翘起来。没有，那一定要翘，因为那个你根本不知道那里面雪还是硬的还是松的，啊，松的也会插进去的。没有，他说乱写的时候，他一定要不用板子，是比较翘。对啊，他有插了，他就插雪里面去，还是。我只能说我不知道该叫什么。我要一直翘，是那种前面都没有人滑过，那种阻力才需要到翘。不会，我觉得刚刚那翘的蛮舒服的。没有，我刚刚那一段滑，我从头到尾都用正常的滑板，雪道的滑板。我不知道，不是，他现在在说左边那边，右边下，但面对雪道。对啊，不是下。好，那我等一下就进去，我先进去。好，你先进去，我先下去，我先下去啊。我先进去，你跟后面，然后再出来。就这一段嘛，这一段呢、啊，这都被别人开发过了，那个叫没有阻力。有人开发越开发越好，哪里没阻力了？那么乱，又不像下面那个那么乱。真正的有阻力是要翘到很极端，啊、我根本用不到。反正我可能摔在里面也出不来，我害怕，好不好？你不要太进去哦，因为我不要太进去。我会看波度啊，如果太进去出不来的，我才不要去滑到那个位置。我会看，我也出不来。看阻力，我就知道要滑去哪里。好哦。但是那应该真的都被滑得差不多，看痕迹就知道了。还有依旧很多，还是松雪。好热，下午好热热。很暖呢、欸。对啊，真舒服。就真的啊，你那身子真的，鞋子也不用穿到很紧。不过早上确实穿紧是必要，因为早上那个真的太乱，雪阻力太大。每上来就要拍一次，这样。在这里拍。你先去前面，在这里拍。我去哪里？你在前面就好。好。一点点就好，我到了更前面。好喂，停了停了。啊？哦，太下面了。对啊，没关系啊，下去吧。好。
他站那么高是怎样？你帮他录影好了。马上你啊！我不要跌倒哎！我看懂了他摔倒的原因了，他就很想翘啊，啊往后倒啊，因为根本用不着翘啊。哦，站撑脸过来了，就这么走了，八字站撑脸过去，因为那里根本用不着翘，所以你翘到你压压压根本没办法压，所以你身体自然就倒了，因为那里用不着压。可以啊，这样直线滑就对，真的只是切，所以完全不用那个技巧，切了就出去了。这个，哎，我都会跌倒。算了，再放慢一点。啊，这样可以了，这样可以了，直直滑就好了。还可以再一次啊！这个的话一开始有点陡，所以要选的比刚刚更不好一点。大概是先这样，再转往下一点。
他自己要往下冲，他钱不够快。对啊，习惯了就真的很安全啊。所以发现速度不够快就只好往下转，那时候才要翘一点点，那时候才要翘一点点。最上面那个上，那用走路过去了，因为走过去就走回来就好了。反正放在路边，走回去上，应该可以。那个吗？对啊，好像是啊，好像最远没有人冲超过那个，大
看到出不来吧？出不来，不然就装上去。对啊，那体的看起来金属痛。哦，好想尿尿。劈腿了，跟太紧，跟太紧。好，来了来了 ，Go。心理准备，把它撞撞撞一下，对。哎，有人就多蹭了一点点，跟早上比起来，就挖了一点点出来。这个是谁啊？雪场就开到左转右转，哎，我觉得上面应该要拍个照。我还好。你哪边？右脑袋很冷。你没有保暖吗？这边很冷。看看前面的状况，是全部都剩下长发了吗？嗯，好像已经被乱乱。这个举双手是谁？是出不来的人吗？他只有下半身吗？好像是。还是要再找地方擦？他是要把自己搓起来，所以刚不是举双手投降，是想要起来。然后左边只有一个头的高度，看他躺多低。多这么深啊？没有，他是躺着吧。哦，那边还有一个人。他是只能走，这个不带加速度跳跳兔是出不来的。
真的身体往后。那这个是小孩子，是教练吗？还是爸爸？他这样前后摇也出不来，只能一直走一步。嗯，这里哦，这里只能跟着前人走。很乱。嗯。右边可以拍吗？左边可以拍吗？东张西望。我在想，要从左边出来，从右边出来。这里都一样，应该说这里不是受光面，这里才是受光面。你的位置我拍得到啊。拍照。你哪里？好。我等一下。好了，有人来了。我要。好啊。有人躺的痕迹吧，已经搞不清楚，可能被风吹到平了。这里感觉也不错，到处都有对着太阳。等他们走就可以，这个位置刚好。哦，他醒吗？他？他的帽子里装了一票土产，可以带回去。你过来一点。你后面的帽子装了很多。这些不要带去。你要冲这个？不要。这里不能冲的，这里只能跟着别人而已。我知道。谢谢。
你那个里面诶、欸，在没关系，等下就去尿尿了。哦，对啊，我忘了原来的目的了。你要去这个、哦，再见。直直走就出去了、啊，就是玩一下下而已。你怎样？因为你那边是下，这边是上。你那边是低处，这边是高处。对啊。我也没办法踩啊，我可能出不了力。耶！居然停车摔倒，因为我怕我回头看到，然后我没有断。对啊。那大风吹上来，龙卷风。我要按，对不起，不会。